小伙伴们，小伙伴们，不要再被欺骗了，这个快要被水淹死的皮肤根本不是华乐。今天我就来告诉你们，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谢谢。众所周知，在主页图中有一个皮肤它溺水了，很多小伙伴现在还在说这个皮肤是华乐，是华乐。小伙伴们，它真的不是华乐，我再来跟你解释一下。你们看，华乐的鞋子它是有飞行的翅膀的，但是溺水的这个皮肤它是没有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仔细看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并且小伙伴们，从这个角度，如果是华乐跳入水中的话，它的飞行器会露在水面之外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到水面之外有飞行器了吗？是不是没有飞行器？所以说小伙伴们，这个快要被水淹死的皮肤它并不是华乐，而相反它就是秋果。小伙伴们，你们仔细看，我们用来对比一下秋果的以这个姿势进入水中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鞋子和秋果的鞋子是一模一样的，并且这个露出水中的并不是辫子，而是秋果的扫把，还有这个红裙子，完全是对得上的。小伙伴们，所以说这个快要被水淹死的皮肤它根本不是华乐，不要再被欺骗了，它就是秋果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